如果点他一下，加班能少一小时，那我愿意一直点。指头断了，用右手，奥利给！让咱们砍掉过度的加班时间。哦，现在还剩2495个小时，那我把电闸一关，这不就可以？没有发电机，过分了啊！既然拉电闸不行，那我把电源把。小黄，用我的。你咋啥都有啊？哎，这是啥？是个饼，让大叔吃。No， 他不吃，那让这个胖子吃。还行啊，减了30个小时。这个口袋是啥？手机，不过要密码。我找找啊。最新报道，某企业加班严重，员工集体罢工。这感情好啊，兄弟们啊，罢工那是假消息，假消息。我看你说的才是假的吧。那其他的，哎，这有串数字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老板的手机密码。先走了，你们好，赶紧走吧你，兄弟们，下班。嘿嘿，我又回来了。好家伙，这么快，你该不会早些？现在还剩1900个小时，那我找啥都不行啊。哎，摸鱼达人，这可以啊，这应该能抵1900。我操！